战友们好，战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长岛看七哥，今天是这个419的这个特别版本，419的特辑，欢迎大家。对，好，那其实今天对报道革命来说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一天，所以我们讲新闻之前，我们来问问岛哥，这个七年前的这个2017年的这个4月19号，岛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时岛哥和报道革命是结缘的吗？是有在看郭先生的这个直播吗？全程在看，而且几乎前一天我觉得我都没睡几个小时，就很期待。当然第二天就没有完全没有意料的会出现这样一个结局，但是我们今天回头看，就419，七年前的419，为所有的战友，为全世界的华人打开了一扇灭共的大门。所以这个整个 VOA 的这个事件，包括419前后，对报道革命来说，对郭先生还有郭先生的家人来说，都是经历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家人也遭受到了非常多的这种痛苦，被带走啊，然后资产被查封啊，然后等等等等。那我们在之后的联盟环节，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那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本周的一些全球范围内的一些跟灭共相关的一些新闻，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第一个的话呢，我们看到说美国的这个 FBI 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新闻，说联邦调查局对这个巴尔的摩的这个Francis Key Scott 这个大桥的坍塌呢，开展了一个这个刑事调查，然后呢 FBI 的这个特工也带着这个搜查令开始登上这个当时断电的这个达利号。那岛哥，我还记得啊，就是当时我们一起做节目，然后您跟我说这个，我们有情报证明说这个是共产党在背后这样的一种恐怖袭击的这样的一种指使。那今天美国是公开的说对他去展开一个刑事调查，并且在比较早一些的时候呢 ，FBI 的这个探员他有说过，可能这个调查需要长达十二个月以上的这个时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感受到什么？美国会将中共的一些对这个东西的一些影响，或者是背后的一种指使公开吗？还是说这个刑事调查又是一个应付于公众，交代给公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嗯，我觉得首先就是美国政府联邦调查局，他要去调查这个事情，他肯定是不会这什么证据都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意识到去做这个事情。他，你像发一个调查令，他首先他要在政府要拿到这个调查令。所以说他肯定会提交一些证据，这个我们按我们的这个理解的话，所以我相信他这个调查一旦启动了以后，他就会进行下去。那我们不知道时间会长达12个月呢，或者说还是3到6个月，就可能会有出结果。但是我相信这个他们一定有证据去支持，或者说有证据有理由去怀疑，就这个是涉及到一些这个中共，或者说涉及到一些刑事犯罪的，他才会去调查。但是你说这个未来会怎么样，我们没办法去预料，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灭共的大势来说，这个出来的结果应该是有利于灭共的，有利于这个揭露这个真相的。好的，那我们这个第一个是跟 FBI 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那第二个呢，也是这一周这个 FBI 的这个局长 Christopher Wray 他在范德堡大学做了一个比较引起轰动的这样的一个演讲吧。那他在这个讲话当中呢，他说中共国的这个黑客已经潜入到了美国有关的基础建设的这个设施当中，并且是他说这个中共的这些黑客呢，在等待合适的这个时机给予美国一个毁灭性的这个打击。那这个话是很重的。在这个之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部也发了一些这个回应啊，说什么他们提到的这个网络攻击活动啊，这个叫福特台风啊，它没有国家背景的，说让这个美国不要再诬陷这个中国等等等等。那我们怎么看就是这样的一个黑客的这个活动？那因为很明显就是这个巴尔的摩的大桥也是跟这种黑客技术、远程牵引技术有关的。那今天如果他已经是对基础设施上面他都已经做好潜伏或者是做好定点的这样的一个埋伏的话，那他对美国不管是电力系统也好，还是基础建设的这个设施也好，或者是气象也好，那可能都会造成很大的这种打击。岛哥，我们怎么来看这样一则新闻？首先咱们看到这是这个发言的这个身份，对，他是这个 FBI 的这个局长，
他们说出来的话可不可能是随便说的，嗯，他一定是有证据或者说有情报有来源的去说，是吧？那肯定是他意识到或者抓到一些证据。那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在对爆料革命战友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太了解共产党他下三滥到什么程度，他能做什么，能在美国能破坏什么，他什么都干得出来，所以说这些一点都不稀奇。那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美国真正的去调查，真正挖掘出背后的这个黑手，而不是像说共产党说，哎，这不是咱们政府干的，不是中国政府干的，可能是哪个民营企业干的，哪个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干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美国政府真正的能抓到背后的真正的黑手，那就是中共在背后在推动的，那才能真正的清除掉，或者是彻底从根源上清除掉共产党对西方的这个渗透，是吧？对。那我们接下来看，因为美国这一周里面其实提到这个中共，提到这个中国这个次数非常非常多。那大家之前都知道有一个这个特别这个委员会，叫这个针对于中共的这个特别委员会。那他们在上一周呢发布了一个关于芬太尼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揭露说中共国是怎么在背后支持芬太尼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然后以及这个芬太尼对美国的这个危害跟这个影响。那这个视频呢就在网上引起了这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转载量，然后也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讨论的这个程度。那其实郭先生很早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啊，这个芬太尼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在 MIT 的这个教授他找到的，然后去南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甚至很多的这个芬太尼之后的销售他用加密货币啊，包括他转到这个墨西哥为了掩盖他是从中国来的。然后当时郭先生说这个你在中国寄三样东西对吧，寄这个月饼，寄这个酒，寄不出去，但是你寄芬太尼可以寄出去。那导哥，这个芬太尼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不是第一天说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美国不管是各界的这个政客他都在讲芬太尼的这个危机，但是到今天好像美国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这个方法来抵制芬太尼在这个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从就是说目前来说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材料过来看，您觉得美国找到了对的方法吗？来应对这个中共给他种下的这个芬太尼的这个隐患？我觉得好的是看得到，就是美国政府或者说这个中共委员会已经发现了，已经意识到了，或者甚至我们看到国会的有些议员也很多议员也在谈论，也敢这个说到这是中共在背后发起的。但实际上刚正如你刚才说的，我们了解芬太尼，反正我个人了解芬太尼是从郭先生的直播当中才了解，我们过去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吧？那这么多年对这个美国老百姓，美国普通的这个阶层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死人，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我相信美国政府和老百姓或者说这些国家议员组织不可能不关注或者不可能不在乎，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真正的就像刚才一样，这个挖出背后的这个黑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这个芬太尼进入美国的这个数量并没有减少，嗯，这个两方面，第一个是中共会持续的在对美国市场进行这个侵入，第二个就是目前的美国市场其实它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就是美国的老百姓，很多老百姓都是在吸食这个芬太尼的，所以说可以想象这个背后的危害是有多大。那现在好的就是看到从上到下，从普通老百姓到这个政府阶层都意识到这个问题，都想根除这一点。那就像这个新中国联盟这个爆料革命郭先过去说的，你不把中共铲除你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是吧？你今天可以从快递上去解决，或者说从墨西哥这个渠道去解决，那共产党有的是套路，有的是方法，他只要想生产，只要想去侵害这个美国老百姓，美国的这个社会，他有100种办法10000种办法去做。所以我们还是跟大家去这个跟美国人去呼吁，你只有解决中共，只有解决中共这个体制这个体系，才能真正解除根源上解除这个对西方世界对美国的危害。对，那这个大哥刚刚说如果你不铲除中共，那这样的危害就会一直存在。那这周呢还有一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新闻，他说
美国年底前呢会完成一个有关于中共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腐败的这个报告。那这个消息是从这个华盛顿时报出来的，他说呢美国情报机构现在正在写一份报告，然后说预计呢会在今年的这个年底之前揭露包括这个习近平在内的200多位这个中共委员组成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包括政治局常委啊，包括最高的这个7名常委他们的这个财富的这个腐败的这个报告。那这个当时呢，这个是因为去年的时候，这个拜登总统他签署了一个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呢，就是说这个布林肯以及这个国家的这个情报总监海恩斯会一起来共同的来做这样的一份报告。那这个我就想到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节目啊，一直说这个假高潮跟真高潮的这个问题啊。那导哥，这样的一份这个报告，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年底他会兑现这样的一个承诺，对吧？现在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但是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好，或者这样的一种宣传的这样的一种势头也好，它是一种假高潮呢，它还是一种让人家期待一个真的高潮呢？嗯，我要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它不会是真的，至少说这个目前这个形势来说还没到那一步。但是他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那我相信肯定会在做。那你做出来以后什么时候会公布呢？对不对？因为这里边会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对抗，还涉及到中美各自国家的政治，所以他什么时候会用，他会不会用，什么时候能公布出来，这个很难说。那随着灭共的大事，我想这一份报告，或者说这些这个中共各个家族的这些财富，未来会不会被揭露出来？一定会。像郭翔过去说的，什么时候这个真正被挖掘出来，什么时候公布出来，什么时候西方世界在围剿中共在西方的财富，那个时候，那我们就知道共产党随时都倒台。这个就是说，看到这个新闻就让我想到当时这个郭先生有一次评价这个419，他说当时这个龚小夏去跟北京说哎呀，我这个郭文贵有这个你们的这个小视频，然后这个是一个虚报，是一个假报，因为其实郭先生都没有给过龚小夏看过任何的这个东西。但是郭先生当时讲的他底层的逻辑是，共产党根本不在乎你是不是真的在灭共，他最在乎的就是他的这个黑材料也好，或者他的这个小视频会不会被曝光，这是他们不可接受的，也是共产党非常没有人性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本质。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啊，这个仿佛就是这种制裁也好，或者这种对中共的这个压制也好，和这样的压力还有很多。那拜登总统呢，就是在上周他也呼吁这个要向中国钢铁要征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那在这个话题上，其实之前在这个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向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跟铝产品增加了将近25%的这样的一个关税。那拜登总统这次要求增加，其实在原有的这个基础上再对这个钢铁业再增加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关税，然后包括他还宣布了一些其他的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措施。那导哥，我们一直说这个啊，脱钩，然后包括就是原先这个川普总统在任的时候，这个对这种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啊，贸易之间的这样很多的一个措施的一个颁布。那今天这个在这个大选前吧，就是拜登总统还在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这个倾销的这个问题，能源过剩的这个问题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您觉得这个动作会是持续性的吗？还是说他只是在选前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宣传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政治活动的一个常态也好？我觉得他应该是延续了之前这个耶伦访华的想要达成的一个这个交易吧，就是说希望你在耶伦过去以后，其中一个要点就是一个产能过剩，对产能过剩这个倾销的一个问题。那所以他提高了这个关税，那当然这个对于国内的政治也好，大选也好，还有对保护美国国内的这些这个企业也好，那都是有利的，甚至包括保护这个就业，美国人民老百姓的这个就业各方面都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人家的总统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维护自己老百姓的利益，企业的利益。你再反看看咱们中共国的习近平呢，还有那些常委，那些几百个家族呢，他们只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会是在乎老百姓的利益的，对吧？这个咱们可以去对比的，就去看就知道了。对，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啊，这个因为这个像征收关税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贸易措施，我们大家通常会联想到的是一个跟这个挂钩啊、脱钩啊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上周有一个新闻很有意思，然后这个我看大家讨论也很多。有一家这个在这个中东的叫 G42 的这个公司，其实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这个肖鹏啊、这个司马懿的孩子、韩正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他跟美国呢达成了一个秘密的这个协议，也就是在微软同意投资他之前呢，他决定要把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完全的从这个中国进行这个撤资。那这很有意思，他说这个，而且这个是彭博社，这是 Bloomberg 报的一个这个消息。他说呢，去年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的这个工业跟安全局呢，就跟这个 G42 这个公司做了这样的一个会谈，并且达成了一种谅解或者是一种和解。他们说去年呢 G42 就同意了要减少甚至是完全结束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来去避免这个华盛顿给他的美国给他的这样的一种惩罚性的这个措施。而且公司官方也表示了说，从2022年以来呢，他们一直都在和美国合作伙伴进行完全的这个目标的一致，不跟中共国的这个公司去接触商业的这个战略。那这一次呢，他们从微软拿到了$15亿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所以导哥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当年这个郭先生直播的时候评价 G42， 评价彭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知道的比 CIA 知道的还要多。他说这个有一天如果他坐到审判席上，那你就要问他科兴疫苗是怎么回事，科兴疫苗跟 AI 是怎么回事。但他今天从微软手上又拿了$15亿，而且他好像还比其他的企业更早的跟中共国脱钩。那这个里面的玄妙之处您是怎么看的呢？我只能说这个美国人还真正没有意识到这个共产党玩的这些手段，这些套路还不知道那么，还没知道那么深。所以说你能看到现在还微软还跟他有投资，然后他们表面上做出撤资，好像意味着跟中共就脱离，但是共产党玩这种这个手套，白手套，或者说玩这种套中套，太熟练了。所以说我们还得要这个更大力的、更多的去宣传，告诉这个美国人他们的背后真正的这个金主是谁，真正的买这个控制人是谁，是吧？那我们这个刚刚讲了很多关于美国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国际上的一个访问也好，然后战争的这个局势也好。那这个上周有这个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情况是网上谈论的非常非常多的。那一个是呢，这个伊朗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种这个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袭击，对吧？300多次的这个导弹跟这个无人机。当然以色列又发声明说他们共计呢，他们拦截了99%的这个导弹，不让它这个落地。但是呢后来以色列在伊朗的境内也进行了一种袭击，伊朗的这个中部的这个空军基地也发生了一个爆炸。那导哥，我们怎么看现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战乱，尤其是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这个袭击是非常激烈的一个情况。那当时郭先生说俄乌战争的这个本质它是中美之间的战争，那伊朗跟以色列战争之间我们又怎么去看它的本质，它的本质还是美中之间或者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战争吗？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样的。你像这个伊朗它的背后，我们知道这个邪恶轴心国几个国家，当然这个俄罗斯在背后也是支持伊朗的，但是俄罗斯现在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支持，可能在技术上面各方面给支持，但是钱啊或者是军事力量弹药这些，我估计绝大部分还是来自于中共。所以说看到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也好，或者说对他这种在背后甚至支持这个哈马斯啊，支持叙利亚，支持这个胡塞武装，都基本上来自于中共。所以说实际上是中共的这个代表人在前面跟以色列在之间的这个对抗。那我们看到伊朗发过去的几百个无人机也好，导弹也好，或者是巡航导弹也好，基本上打了一个寂寞，是吧？就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了，好像看到这个以色列军方说只有一个小女孩受伤。
那其实这里面反映几个情况，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也不同寻常的。你看到伊朗攻击之前，他是通过各种途径对外相当于公开的，我要攻击这个以色列。第二个呢，你要看他真正攻击的武器呢也不同寻常的。你最大的一个像巡航导弹，这个弹药是重达880磅，那是要杀人的，他不是弄过来说弄一个烟化过来的，所以说他这个整个这个攻击的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但是很可惜，在西方，在这个美国为首的这个民主国家的联合之下，其实对以色列没有造成多大的一个伤害。但我们也可以说，在武器对抗这一块，那中国跟伊朗还是落后的，是吧？你看到很多的都被反击了。然后以色列去攻打这个还击伊朗的时候，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导弹，巡航导弹是可以把这个伊朗给炸的，在内部袭击。所以说这里边也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一个是中美之间实际上这个对抗，第二个是就是武器的这个对抗，你就看到这个彼此到底是你这个等级是怎么样等级，代差是多大的代差了。所以不要这个小粉红不要觉得这个共产党在到这个宣传说中国的这个武器也好，或者说这个技术也好有多高，说什么都没用，拿到战场上练一下就知道了，对吧？在那个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啊，你过去俄罗斯呢可是号称世界第一强国，军事强国，你到乌克兰打了两年下来都没打到这个结果出来，那就说明了一切，是吧？那我问问导哥，导哥刚刚说伊朗的什么军事啊，包括资金很多的支持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共的，您还记不记得这个郭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有一家银行，它专门设立就是为了给伊朗的这个石油，包括做交易，做这个易货贸易的，提供武器啊，然后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盗国贼的这个家族去购买石油来做结算的。昆仑银行，对，是吧？对，这个是当时郭先生说的，这个王岐山家族、孟建柱，包括周永康最大的一个洗钱的这个银行，它跟伊朗的这个联系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伊朗和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呢，在这个战争的这个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期间，金砖国家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声明，他呼吁这个中东要进行这个放弃美元这样的一个动作。在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这个战争之后，那金砖国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希望能够通过石油出口国去接受这个当地的这个货币，来进行对石油跟天然气的这个支付，来推翻美元。然后普京就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如果中东的石油生产商停止使用美元，那就是对美元的一场终结。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这个郭先生说这个灭美元的这个计划作为潘多拉盒子的其中的一个这个核心就是你要灭美元。那导哥，这一次灭美元的这个计划它会成功吗？或者说它是不是已经成功了快一半了呢？我不觉得他会成功，但是他们肯定在努力，或者说他已经成功一部分了，因为你看到美国或者这几个国家现在已经有这个大量的资金来往，都是用人民币或者说甚至卢布甚至其他的这个代替美元的。但美国人绝对不会说这个就这么算了，因为大家知道美元这个是美国世界霸权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点，它不可能说让你随随便便。过去很多的战争，大家可能回头再看的时候，很多的战争就是因为你挑战了美元才发起的战争，所以怎么可能会让这邪恶轴心国这几个国家能把美元给代替了呢？所以我不相信他会成功，但是他们一定会努力这么去做，因为这也是习近平和普京想要努力的这个结果，是吧？对。那导哥刚刚说这个灭美元是潘多拉盒子计划的其中一个核心，另一个核心是什么？您记得吗？灭美元。对，一个是灭美元。嗯，对。另外一个是灭白。灭白，一个就是要干掉美元嘛，另外一个是用病毒跟疫苗干掉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白人，所以。所以这个就是能够感受得到，就是灭美元的这样的一种趋势和这样的一种呼声还是很高的，并且还是一直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步骤。那这个讲到这个美元，讲到这个银行，我们上周讲这个一个这个信用评级的机构，它叫惠誉，它给中共国的这个信用评级是达到了负面，对吧？对。然后这一周呢，它又给中共的6个国有银行打这个评价。
信用评级呢也是达到了这个负面。那这个六个银行包括工行啊、建行啊、这个邮储银行啊、农行啊、中行啊等等的。他这个当中他讲到的一个是这个长期的这个外币的这个发行，然后违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中共整个这个银行跟房地产的影子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哥今天就是包括我们之前看恒大的这个破产啊、碧桂园啊、然后这个世贸集团啊等等，好像今天中国的整个金融业或者银行业他们那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已经被世界放到了台面上来。那这种评级它对中共银行也好或者对中共整体的经济也好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这个我觉得它的影响是内在咱们不说了，它有没有这个评级内在都已经是一塌糊涂了，房倒银塌了。它这个主要是影响外面，或者是更多的时候就是还有没有外资愿意去。这个我觉得对很多的外资的或者是外国人想要去投资，那你要深思一下了。因为这些汇率等等这些评估机构，它不是普通的这个机构，或者说它是有很多的证据去支持。尽管我们觉得他们的这个评估还是相当乐观的，实际上中共的内部的银行的管理也好，债务也好，以及被中共控制的这个层级啊，那是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深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对于外资来说是一个警醒，所以你不要去再去相信这个中共的所谓的这个银行，或者说这些国有企业，所谓的这个独立，所谓的这个公正，或者所谓的这个现在还是很优质的，是不可能的，对。对，那您刚刚说到这个外资要很小心，那这个德国总理上周访华的时候，他还专门说了一句话，他说德国很明确啊，德国不想跟中国脱钩，还要继续取得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成果。然后呢，肖尔茨他作为德国总理，他还说了另一句话，他说中国的话在俄罗斯是很有分量的啊。他说希望呢，习近平可以影响俄罗斯，让俄罗斯撤军。那这个我看着他说的这两句话，不看其他的更多的这个细节，就已经让人感觉到这个有一点一头雾水啊。这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呢？那这个导哥您怎么看习近平跟这个肖尔茨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短的这样的一个会面？实际上你说德国总理知不知道这个背后中共在背后，无论是俄乌还是说哈以还是说这个对西方世界的，他非常清楚。那为什么他这次又去这个出访呢？实际上大家可能了解到中德之间的贸易的规模，你了解一下就知道了。过去这个几年中国一直是德国的这个贸易的最大的一个伙伴国，那现在据说已经是下降了，但是还是依然是很庞大的这么一个基数。所以说那可如果说短时间内跟中共关系闹僵，或者说所谓说的他也不想脱钩，如果真脱钩的话，可能也确实是危害到德国的这个经济。德国你像很多的汽车产业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机械的这些产业，那它主要的市场就是在中国。所以说出于对本土的这些经济考虑呢，他可能还是希望能继续维持。但他非常清楚，就讲到乌克兰讲到俄罗斯的时候，他知道中国是背后的这个金主也好，或者是支持者也好。那这里面就是看我们最后整体的国际形势，比如说北约或者说这个欧盟，或者全世界灭这个邪恶轴心国的这种力量或势力，或者说这个决心有多大。我相信一旦达成一致的时候，德国也毫无疑问会选择站在这个正义的一边，对吧？所以看来还是有很多形势所迫呀，作为这个本国经济的这样的一个考虑。那这个您刚刚说到邪恶轴心国，邪恶轴心国就来了。这个上周这个赵乐际还见了一下这个金正恩啊，而且是这个据说是这个两国之间最近来说是比较算是一个比较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谈了。然后呢，赵乐际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期待进一步跟朝鲜去发展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您看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一个是这个德国总理过来说，哎，习近平你要撤军，然后这一边呢，这个赵乐际又去看这个金正恩去了，然后还要继续跟这个邪恶轴心国的另一个这个国家北朝鲜继续去发展或者深化强化他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支持。那导哥，整体的邪恶轴心国它会不会还有其他更疯狂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包括我们知道说中共过去对北朝鲜的军事支持还是很大的，嗯，对，那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对北朝鲜它会不会产生更多的一种军事上面的一种指导也好，指引也好，或者是更多的一种支持和对世界的这种威胁？肯定会，我觉得他们这个来互访的话，实际上第一个作用就是向外界表明邪恶轴心国之间的关系，嗯，这种友谊，这种联盟，是吧？第二个就是他过去他要干什么，他不可能说过去就只是寒暄几句，那肯定还有一些很多的事情是需要当面去沟通的，嗯，当面去交代的啊，或者有可能我们可能关注一下接下来一段时间，很有可能朝鲜啊，或者是中朝之间，或者是跟俄罗斯间，他们可能又有一些行动要去做的，比如说俄罗斯那个朝鲜会不会又向日本啊，或者说哪里发射一个导弹啊，或者说核武器再试爆一下等等，这样的可能性都会有。对，那这个听着还是挺瘆人的，因为这个邪恶轴心国的任何一种军事的这个动作对世界的这个威胁会是很大的。然后整体上国际上面我们给大家看最后一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新闻，也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总理李显龙，他的这个办公室在4月15号的时候表示他会在5月15号，也就是很快啊，其实就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就会辞去新加坡的这个总理这样的一个职位，由目前的他的这个副手副总理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接任。那这个导哥，我们怎么看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去辞职？包括郭先生原来说，对吧，这个新加坡成败都是在李家，成也李家，败也李家，然后这个共产党是一定要把这个后李家时代的这个新加坡一定是要全面控制的。那李显龙的这个 step down， 他的这个离开他的这个总理位置，是不是就是共产党的这一种全面控制呢？我郭先生任总理，然后梅德韦杰夫任总统，然后后面又反上来，又换回来，那未来会不会这样子呢？那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说这个当然你说他是不是选出来的，是选出来的，因为新加坡他也有选举，但是背后实际的政治操作各方面咱们就不知道了，未来我们可以通过情报来证实。对，好的，那我们本周新闻层面上面先目前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因为今天419特辑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紧凑的，所以今天呢从刑事庭的文件上我们会简单的来跟大家讲一下过去一周的一些这个进展。那大家也能够从所有的这个文件的这个更新上面感受到，过去一周其实有差不多快14份到16份的这样的一个文件，从278号一直到这个294号文件，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态。那这里给战友们做了一个梳理，就是关于每一个文件它不同针对的一些话题是什么，它一些动议的情况是什么。那278、279、285和286大家是可以放在一起看的。那这样一起看的这个动议呢，它是所有的这个动议都是跟当时艳萍女士有发出这个压制这个在曼哈顿搜查的这个手机的这样的一个证据的这个动议有关，也跟当时4月9号我们有一些战友当时是去到这个听证会去听这个 FBI 探员这样作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其中有几个焦点我们导播可以把文件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278号的这个文件。一个呢是这个这几份文件里面都有讨论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第六修正案。大家经常说这个第五修正案就是你可以保持沉默，对吧？那第六修正案是什么？第六修正案就是你在面对当局的这个司法的这些机构的时候，你是有权利去要求你自己需要律师的，也就是你的这个 right to counsel， 对吧？那这个就是第六修正案。那第六修正案当中呢，它提到有一些细微的这样的一个差异。第一个就是艳萍女士被逮捕的时候她是没有被起诉的，她当时是没有被政府起诉的。那在郭先生被逮捕的时候，她当时已经有这个起诉书了，所以这个一点上郭先生当时是自动他就有第六修正案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而艳萍女士是需要非常明确的去告诉对方她需要一个律师当然呢郭先生如果不需要律师，他也需要明确的告诉这个司法机构，而不是说让司法机构去猜。那第二个呢一些这个政府和这个被告之间的这个讨论点，就是艳萍女士的这个提供这个手机密码，她到底是在 FBI 告诉 FBI 她已经需要律师了，
还是在这个他没有说这句话之后，也就是他提供这个密码的这个时间点，以及当时 FBI 问话的这整个程序，他是否涉及到程序正义，就是对方已经告诉你我需要律师了，你是不是还有权利去继续进行作为你一个执法人员的一个问话。那第三点呢，就是检方也有说，对吧，这个密码77777，这个他在很多其他地方他也得到，郭先生也给了他，然后他在这个 MAWA 做这个搜查的时候也有这个看到笔记本上有写开机是7777，那以至于你在其他地方得到的有关于这个设备的密码是否可以用在对艳萍女士的这个搜查的这个设备上，也是讨论的一个点。那最后就是说探员证词的可信度和被告过去的这个声明书的这个可信度，两个可信度之间法官怎么样去做一个权重，然后以及最后 FBI 说，对吧，有一些手机他们拿到了是可以全部都打开的，当然它是跟你的手机设备是有关的，比方说像苹果12代版本以后的这个手机它可能就不能强制去做这样的一个开启。那基本上来讲，关于这个当时这个曼哈顿的这个公寓里面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的双方的这样辩论的一个焦点是这样。那目前来讲呢，关于这个 suppression， 关于这个证据的 suppression， 关于这个听证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在等法官的这样的一个批复，所以目前这个事情是悬而未决的，但是双方的这个辩论是很精彩的。那285、286这个282和283大家可以一起看，然后这个是很多战友会关心的，尤其关于郭先生能不能够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当时这个912这个灭爆小组案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那大家知道当时郭先生为了得到这个材料其实是花了很大的一个功夫。那我们之前是这个长岛看七哥的第一期跟大家讲了这个法令，对吧，关于这个猎狐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法令。那在这个猎狐行动之后的法令呢，尽管郭先生收到了一部分的猎狐行动的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当中不包含这个白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后来郭先生的律师团寻求通过这个联邦17条这个规则去对东区法院做了一个这个传票。那东区法院最后呢是发动了一个叫quash，这个要把这个 subpoena 给打掉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动议，所以双方就关于这个到底郭先生是不是合法的他应该得到白案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讨论。那这个讨论当中呢也是有一些点大家可以一起去研究。那第一个就是有关于当时243的这个猎狐行动相关的这个法令到底检方他执行的到不到位，也就是根据那个法令他是不是强制性的一定要披露这些材料给到郭先生呢。那第二个就是这个912灭爆小组这个案件，因为他是在东区做的这个起诉和调查，他算不算在南区法庭里面的搜索范围内，或者是他可接触到的材料范围里面。那第三个就是说关于这个灭爆小组案他对郭先生案子的关联性，他对郭先生案子的这个辩护的这个加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郭先生是不是必须应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材料。那第四个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这个截止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上周的时候其实4月10号这个政府下令这个时间表的时候，4月10号就是联邦16条规则调查令的这个截止日期。那如果说这个白案是算在这个 Rule 16的这个 Discovery 里面呢，它已经过，就是它已经过了这个 deadline 的这个时间了，对吧？那当然如果它不算在这个调查里面，它算在17条规则的这个 subpoena 之下的话呢，就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最后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郭先生为了得到这个材料他所做出的，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团所做出的这个努力。那之前检方在一个信里说啊这个东区的这个白案去年4月份就解封了，你为什么现在这个4月份才发这个 subpoena 来问我们要呢？那这个律师团是这么回复的，其实从去年的9月份刑事律师团就已经通过书面的一种方式去索要这个灭爆小组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种种的不管是书信也好不管是 motion 也好，而到后面的这个 motion to compel 都被 grant in partial 了，那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个，那在不得已的这个情况下才发动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东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票。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有关于这个猎狐行动
包括是对这个，尤其是这个912，我们当时说的灭爆小组的这个案件，这个双方之间对于这个规则上面，对于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据理力争是非常非常强硬的，然后也是非常激烈的。那导哥就这两个部分，尤其是这个猎狐行动这个事情，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每一周这个文件上，不管它再多，它还是会成为一种争议跟焦点。那您怎么来看？目前来讲，距离庭审差不多这个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种较量。嗯，我觉得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大家都能感受得到，或者说我们也都能这个认识到这个猎狐行动，包括尤其是这么一个案子，对这个郭县的案子来说是有多重要。你不仅仅是咱们这边感受的，你从政府这一块也是能感受得到。所以说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披露出来，我相信这样的这个争议也好，或者是这样的较量会持续下去，可能一直到庭审，甚至庭审过后开始了以后都可能还会继续，因为这个很重要，是吧？对，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这个政府对于释放猎狐行动相关材料的这种小心，我们暂且称之为更客观的词叫做小心，对吧？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愿意把这个材料给披露出来给郭先生。那对于郭先生这里来说，他为了得到对他辩护有利的这样的一种材料的一种坚持，那这个大家是都能够感受到的。那之后呢，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就是最近几天发出来的，比方说像287号啊、288号，还有290号和291号，它都是跟上周我们讲到的这个限制动议有关的。它和这个被告和检方之间，他们认为法庭应该采纳哪些证据或者哪些证词或者来自于哪些证人的这样的一种声明，法庭应该排除怎么样的一个证据，那双方在做一些讨论。那这个呢，大家尤其可以去看这个尤其是郭先生然后燕平的这个律师团，他们相互给到法庭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其中也涉及到了这个有关于这个共产党迫害郭先生，迫害新中国联邦，包括相关的这个实体的这些证据是否应该纳入到最后的这个考量当中。所以整体上面来说，这个不管是庭审全面的为了证据这样的做一个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较量，还是仅仅有关于中国共产党迫害郭先生这一件事情上面，大家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激烈程度，大家都可以从这个文件上看到。那最后呢，294号的这个文件是一个来自于Torres 法官的签署的这样的一个法令。那这个法令呢，它是批准了政府当时去和这个检方去和法庭去寻求的一个对于机密信息的一种保护。那简而言之，就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检方向法庭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他们认为是和这个机密信息有关的，其中有一些信息，法庭认为这些信息呢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利益的。那这一句话是在这个文件的第二页，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细细的读，今天不跟大家做非常具体的这种批注。他说呢，法庭在阅读了这些文件以后，认为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保密的这样的一种利益存在的，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一种国家安全的这个利益。所以大家可想而知，郭先生这个案子当中这个材料在美国整个司法地位等级之高，也不是大家也知道，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刑事案这个资料都会被保密的，对吧？那当然因为一部分的这个资料它由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会得到保密，它会以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取而代之呢，郭先生和燕平女士作为被告，他们会得到来自于检方的一些替代性材料。这些替代性材料根据法庭的法令是要要求这些替代性材料可以同等支持，让郭先生有同样的能力来做对他们的这个辩方的这样的一种辩护啊。所以这个简而言之呢，这个就是294号的这样的一个法令。大家可以知道已经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案件当中曾经已经在这个调查披露当中的这些材料，他会从这个调查披露当中拿走去，然后去更换一些没有涉及到这个保密的，然后也能支持到这个郭先生和燕平女士作为辩护的这样的一种材料。那这个基本上就是294号文件给大家讲的简单的一个这个逻辑。那导哥，我们连着两周能够感受到一个趋势，就是第一个，法庭文件非常非常多，从以前可能我们一周讲一份文件呢，两份文件呢，现在是连着两周都是每一周是十几份文件，
然后关键是它不是十几份的问题，它有一些文件是60几页，然后有些文件是100多页的。这个工作量无论是对于郭先生，对于艳萍女士自己来说，还是对于刑事律师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种法律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情况。那对小分项来说也是对于我们所有这个跟着这个案件的这个战友来说，都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工作。那我不知道您就是这个关于，因为庭审也很近了嘛，那一个是这个上周大家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到底去不去庭审啊，是吧？然后这个联盟也已经公开的说了不会组织战友去庭审，当然大家好像还没有看到您说的这个公告啊，到时候您等一下要说一下。第二个就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节奏来看，我们怎么来看接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月一直到庭审之前的一个案件的可能的一个趋势跟状态？对，首先这个文件确实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但凡是跟着这个文件的，不管是咱们这个郭先生来说律师团，还有包括小飞象在内，我们很多的农场啊战友都在跟着，所以说对大家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接下来我可以这么说，这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再加上到时候庭审的时候，庭审现场的很多的一些辩论啊，一些这个内容也会出来，大家可能还会有海量的信息，而且是每天都有海量的信息，所以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完了以后也要耐心的这个去跟去学去了解。实际上咱们真的很多时候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去做。为什么联盟会鼓励战友，有能力的战友，有条件的战友，还有农场，就组织大家去学，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啊。我们了解这个法治，了解这个西方的这个法庭的规则，也了解一些法律的基本的常识，对吧？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些文件当中很多的知识点我们过去是没有接触掉的。为什么是我自己在看这个文件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什么叫17条，什么是16条？后来我研究了以后又问了律师，我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我们过去是一点都不了解这些东西的。所以说这对我们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习，所以大家有能力有条件有这个基础的都可以去参与了学习。当然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这个一些观点，觉得哎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但是有一个联盟的一个原则规则，就是你不要去攻击谁，你不要去攻击这个政府人员司法人员，当然你战友之间也不能去攻击，是吧？你觉得你说错了你怎么样怎么样，就马上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了，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这个辩论啊或者是讨论啊，这种是可以去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郭先生、艳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可以想象每天有这么多文件出来，他们的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上面啊。尽管我们看到这个郭先生还在研究歌曲啊，研究歌词，锻炼肯定也不会少，但是可以想象越来越多的时间会放在这个文件以及这个跟律师商讨一些对策呀，一些这个未来的庭审的准备啊这一方面啊。当然状态还是很好的，大家可以从这个郭美的盖文这边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这个家人之间他是可以每天有这个通话，那么大家就了解了，就不用去担心郭先生的安全，也不用担心郭先生的健康，我们只要为他这个祈祷，我们也跟着同时去耐心的去学习去了解整个案情的这个进展情况。那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否参与庭审，实际上我们上周六联盟的这个例会也讨论了，就是大家这个可以看到我的概文，我们当时整个讨论了基本上就是大家意见一致，或者是绝大部分都同意，就是我们战友就别去参与，因为大家也知道，实际上咱们这个对郭先生来说也好，对我们战友来说也好，实际上我们要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要得到真相，要得到这个公平的对待，要得到这个自由，是吧？对郭先生来说，所以说不在乎这个过程，我每天去参与，实际上咱们去参与，包括我自己到庭，你让我到庭审现场去，我真第一听不懂，第二个那个5-6个小时我坐着真难受，是吧？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参与也不是一个这个坏事情，对于很多战友来说去参与庭审也是一个挑战，是吧？然后那当然这个联盟这边这个讨论下来，我们就这么去呼吁大家，所有的战友我们就不要去参与。应该第二个就是其实从郭先这个方面来说，很多战友在现场确实也受影响，也有这个也不利的因素，所以大家我相信绝大部分战友也理解也支持这一点。
那至于说公告，我们之前说这个要发一个公告，但是后来因为我们咨询了这个律师，咨询了这个多个律师，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反馈就是，我们现在不要去发这个通知，也没必要再发这个通知。就大家知道，联盟的这个讨论的结果，也联盟的呼吁的这么一个决定也好，就大家不去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当然，另外一个强调的就是，这只是针对咱们的战友的呼吁。根据法庭的规则，是每个个人独立的个人都是有权利去参与这么一个公开的庭审的。那我们只是联盟针对我们的所有的战友的一个呼吁，所以说大家去遵守这么一个我们大家的这个呼吁就可以所以联盟不会去额外去发这么一个公告。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其实就说这个庭审的事情，大家可能看到了，过去一个礼拜这个沸沸扬扬也闹的这个。很大的这个风波，当然，尽管这个风波不是那么这个正面，从一开始的讨论啊，这个传播啊，各方面来说，最后演变成我看这个反联盟、反长岛的这个方向去了，所以说也跟大家去讲一下，尤其是在今天咱们419这个7周年的时候，更要去给大家去传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的这个爆料革命。经历了7年下来，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不是郭建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是一个组织了。新中国联盟是一个组织，我们是集体在战斗，不是一个人。所以说，我们更要去维护，整个爆料革命，整个新中国联邦的一个集体的形象和我们这个团结在一起的这个力量最大化，这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跟方向，而不是说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人在背后就不管你是反联盟还是反长岛，这个对我们灭共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他不是说够事关到我个人，或者是事关到某个这个农场主啊，或者是说铁血组的个人的这个利益，而是这是一个集体的利益，集体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不能去这么去做啊。像尤其大家看到了，可能这中间有一些大 V 啊，有一些这个有一定粉丝量关注的这些大 V 啊，利用各种机会，或者说抓住这个每一次的机会去诋毁联盟，削弱联盟的这个力量、影响力。甚至这个要联盟内部的分化，我相信这些肯定是不会得逞的，也不可能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尤其是这个过去联盟经历了几年，然后315过后，大家可以看得到，整个联盟的团结和这个能力各方面是得到充足的体现的。所以说我不担心，何况我们背后有这个几十个农场，也有这么多的这个绝大部分的战友的这个支持。跟鼓励，所以说我从来不担心，尤其是像这一次这么一个风波，我一点都不担心说我们联盟会出现什么分裂啊，或者说会被这个谁给影响了，会被谁给带走了，不可能的，因为大家非常有自信的，因为我在线下我接触的太多的战友，跟比很多的农场主都接触的线下战友都多，我太了解这些战友，大家的这个决心，大家这个信心，大家这种团结是不可以用这个一两句话可代替的，所以说。我们有充足的信心，联盟有绝对的信心，能在这个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去服务，继续为大家去组织各项的这个有必要的这些活动，是吧？然后我们也不会被带偏，也不会得逞，所以大家不用放心，只要这个我还在，只要我没进去，我就一定会战斗到底，就一定会坚守联盟的团结，联盟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力量，去灭共，去坚守我们这个事业，是吧？那我也奉劝这些想要反联盟，或者是反长岛也，或者也反这个菲菲也好等等的这些人，你们不会得逞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是很聪明、很智慧的，是吧？大家都会团结一致，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有利于灭共的，什么是有利于郭建的这个案子的，什么是有利于这个整个我们这个灭共的形势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要。团结一致，就什么都不怕，是吧？只要耐心的等就可以。对，在看到我们导播在放这个郭先生给这个Q 妹一个这个他在 MDC 的这样的一个歌词啊，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说到的这个，他说郭先生想对这个所有战友说这个想念，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个战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时刻，肯定是感受会非常非常多。那作为新中国联邦来说，作为每一个爆料革命的这个战友，那导哥，您觉得大家应该怎么去看待419这样的一天？
那我们战友们大家一起过去的七年也好，不管大家是不是因419和郭先生结缘或者和爆料革命结缘，过去的所有的这个风风雨雨，很多的战友是一起走过的，这种挑战包括郭先生受的苦，郭先生家人受的苦，所有的这些这个员工，然后共产党的那种凶狠，那种没有人性的那种做法，大家也都是历历在目的。那作为我们不断在强大的这个新中国联邦人吧，也是在不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今年的一个四幺九？我觉得这个从郭先生的这个歌词当中能看得出来，对大家的一个思念，然后也对大家的一个担心，是吧？也对大家的一个警醒。我呢还是想说，借着这个四幺九的机会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四幺九，我是今天早上说，我说这个315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四幺九，但是通过这个315更会凸显出来新中国联邦的伟大，和我们新中国联邦过去包括跟着这个郭先生过去经历的这个历程多么的不容易，大家付出了多少，尤其是郭先生付出了多少，郭先生今天在这个受的苦也好，那是帮我们很多人挡在前面，所以说我们更要珍惜郭先生，珍惜我们过去的经历，珍惜爆料革命，珍惜新中国联邦，我们就一起去维护它，一起去壮大它，而不是说我们这个被影响了，被这个分化了，这个不会有，也不应该有，也不可能会成功。所以大家借着这个419这个机会，大家不仅仅是要怀念回忆过去，我们更要珍惜当下，更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做是更有利、更好、更有利于这个郭先生的案子，更有利于灭共。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做的，而不是我们永远都躺在过去回忆，在过去的回忆当中，是吧？对。那这个尽管不是过去的这个回忆当中，我们还是问问这个导哥，您对419的这个最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最印象深刻是郭先生那个一回头吧。这个是印象深刻，而且是很长时间这个挥之不去的那种感觉，这我相信很多的战友也是有这种感受。然后我也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体制内的很多的这个支持者吧，就是或者说不一定是战友，就是我们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的支持者，就那一幕也给了他们很大的这个触动。当然我相信了解郭先生，跟郭先生过去有很长时间接触的，不是说这个不是说这个印象很深刻，而是据我了解是很多人根本无法接受，因为郭先生在过去的他的经历当中跟很多人这个相处了很多年的，是了解郭先生过去的整个的这个历程的，就在那一刻的时候是很多人是没法接受的。对，所以说对我来说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幕。对很多战友我相信也是这样。你呢？我在就是这个是也是很诚实的跟大家说，2017年4月19号的时候我是没有看直播的，因为当时我还是在上学，我跟爆料革命的结缘是晚于419的。但是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个长辈，不管是海外的长辈还是在国内的这个长辈，他们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会问我有没有看过郭先生的这个视频，所以逐渐的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名字就到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来了。那到后来我在看这个419的时候，其实是这一个直播他对我的对419的那个理解是不一样的。当时郭先生说这个4月16号就是419的前夕，有一个专案组的人给他打电话，然后这个就是视频是跟这个七嫂子在吃饭，但是没有说话。然后那一个当时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如此一个泯灭人性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同样有很多的中国人，他是尚有一丝的这个良知的，他也知道他给郭先生打电话他会冒着一个多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然后告诉郭先生说啊，这个专案组已经下命令了，这一定是会要抓你的这个家人的，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包括郭先生后来说这个龚小夏的这个假报啊，然后国内的这个下面骗上面，对吧，下面吓唬上面，然后说这个，然后上面就是啊一定会完蛋的，一定会完蛋的，然后把郭先生变成逼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一直都相信郭先生说一个话，就是他一生就是信奉遇难成祥，就是困难就是挑战，困难就是机会。然后我觉得
315多大的挑战就代表新中国联邦会有多大的机会，会代表我们战友可以成长到多高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高度，我们一定会有那一天的。我觉得419就是证明这件事情，新中国联邦可以走过一个又一个的419，也会经历一次又一次像315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挑战，也一定都会度过去。嗯，对，前两天我看那个文耀给我转了一个信息，他后来可能也发了盖文了，说我们墙内的有个战友，就因为传播爆料革命被关了两年多，刚刚放出来，他现在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七哥出来，然后尽快的灭共。这个他自己的工作也没有了，据说过去的工作也非常好。那我们就对比，我就当时想了，我们对比咱们这一些身在海外、身在自由当中、有这个自由发声的，或者说可以露脸去直播的这些战友，我们是多幸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些苦也好，或者说有可能的这个诉讼也好，各方面对比在墙内的战友的面临的那种处境，我们是多这个幸运的。所以我们想体制内的战友、墙内的战友，甚至过去我们也有看到这个也失去生命的体制内的这些支持者，我们多幸运。那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团结；第二个，大家要行动，要去灭共，而不是动不动就争争吵吵，为了这个个人利益、个人的名义、这个名利，或者说甚至出风头，我们去这个互相去攻击、内斗，这都是要不得的。我们现在唯一的要做的就是团结，就是灭共。不灭共，我们什么都没有，是吧？我们只有灭了共了，咱们什么都会有，是吧？郭宪也会自由，我们所有的人也都会自由。不管是自由去中共国，还是说我们自由发生的这个权利，对吧？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灭共是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工作。哪怕是郭宪出来以后，我们的工作还是灭共，还是要灭共，还是要行动。对，好，对，这个郭先生也来说，大家不要让国内的这个战友失望，不要让他们伤心，因为他们也为报道革命、为新中国联邦在这个隐秘的这个战线里面，在背后我们看不到的台前看不到的这个战场里面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这个工作，所以也是需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要向当年那个给郭先生这个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党内的战友致敬，也要向所有的这个党内的战友表达我们作为台前的战友的这样的一个尊敬和这个最崇高的这样的一种感激。对，好的，最后是还有这个健身大赛，大家别忘了这个，据说这个礼拜六就开始了，大家积极参与的同时，我听说有一些战友可能没有及时看信息回复，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报名了，你要看一下你的填写的回复的这个联系方式，有可能组委会在联系你确认时间啊，或者说这个确认连线的方式等等的，所以大家及时回复，然后更希望更多的战友能参与其中。健身大赛呢，健身健心，然后也锻炼我们那个耐力，是吧？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耐力去参与到这个爆料革命里面，所以积极参与啊！我也参与。我们期待看导哥的这个颠球的这个海选。好，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好，其他的没有了，联盟反正一切正常，然后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只要我做我们自己能做的该做的事情，大家团结一致去灭共，去做我们灭共的这个工作，协助农场，协助联盟，去一起去这个参与各个义工，然后我们就一定能胜利。嗯，好，感谢战友们，今天这个419特辑是非常快速的，但是相信这一天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这个感受，我们会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也会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好，最后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然后给郭宪家人，还有我们郭宪的墙内的一些同事、亲戚朋友，还有我们体制内的战友的这个家人，还有我们海外所有的支持爆料革命新中国联邦的朋友们，去祈福了。
好，谢谢，我们交给下一个时间段，磐石农场。谢谢战友们，我们欢迎磐石农场的战友们给我们再带来精彩的这个直播。好，谢谢。健身了吗？你们健身了吗？你们健身了吗？你们健身了吗？